啦，位置咧就喺太子。咁誒，呢個公園仔就當然唔係特登，即係唔係特登嚟噶啦。呢段片都唔係主角，唔係呢樣嘢啦。咁啊，呢度係彌敦道同埋界限街嗰個休憩處嚟嘅。咁啊，其實就路過啦，見到呢一度。咁啊，其實今日咧就要找數啊。咁啊，找咩數呢？就係、是。之前答應了一個網友，咁啊冇記錯叫 Bruce 啦，就要行曬呢條彌敦道啊。咁其實我前幾日咧已經由呢度出發，行喺對面馬路咧咁樣行咗個太子嘅彌敦道噶啦。咁今日咧就由呢個彌敦道嘅最篤篤嗰邊就一路行行到過去。半島酒店，即是尖沙咀那裡。咁誒，而家開始行啦，預計要行一個鐘到啦。咁我之前每一次咧行呢個方向嘅時候咧，應該咁講，其實彌敦道我影咗幾次噶啦。咁誒，每一次我都係。在對面馬路咧，向呢個方向行嘅，咁啊，咁所以今次咧就揀咗行呢一邊嘅馬路。咁啊，近排九花咧就做咗一樣嘢，係我覺得非常之好嘅，即係例如彌敦道呢啲地方咧，咁佢嗰啲巴士站咧，佢係好多好多個噶嘛，即係例如依度咁樣，咁誒52X 啊、59X 啊、58X 啊、60X 啊呢啲咧。咁下低而家有個月台嘅 N77 咁樣啊，咁有時你如果要揾翻你想要搭嗰架巴士，咁你唔知係呢個位啊，定前面個位，定後面個位啊咁樣噶嘛，咁你咧就可以跟住呢一個月台號碼咧去揾得翻，又 N76 啦。咁啊，譬如話我而家想揾一架巴士係296C 咁樣啦。因為296C 呢就是由呢個將軍澳那邊過嚟去長沙灣經過呢一度嘅。嗱，咁呢度咧就寫住係 N75 嘅296C。咁如果睇翻 app 啦，296C， 咁啊去長沙灣途經太子站，呢個寫 N75， 咁我咪可以揾翻 N75 去揾個巴士站咯。咁如果以前咧就係、是、嗱，你依度咁樣 N75 啊，以前冇依個 number 噶，咁你咪唔知道去呢一個巴士站啊，定係前少少嗰幾個邊一個咩逐個揾咯，咁咪要睇字咯。咁相對嚟講辛苦啲，咁而家就唔同啦。咁可以根據呢一個月台號碼去揾得翻。咁我覺得係九巴呢樣嘢做得好好啊。咁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出去我都唔搭巴士嘅咁樣。咁搭巴士同搭地鐵咧係唔一樣嘅，咁搭巴士係舒適好多，如果有位坐嘅話。同埋就有一部分嘅香港人咧，係特別唔中意搭地鐵嘅。
人冰室。咁啊，依度非常之嘈啊，因为隔篱都系好多车、好多巴士啊，咁啊沙尘滚滚咁样。好啦，終於剩翻少少啦。開倉賣場，咁啊賣普賣普洱嘅。咁啊，而家其實就四周圍都係呢啲手機配件嘅鋪頭噶啦。老實講就唔特別平嘅。太子站啦，咁太子站就曾经发生过好多事啦。太子道西，日日百幾單嗰陣，咁或者我講多一次啦，就係。其實彌敦道的尖沙咀、佐敦、油麻地、旺角、太子，我都已經分開了五段片是出了的了。今天就終於要找數了，就要決定下了整條彌敦道的金沙角冰室啊。哇，好靚啊那間嘢，咁上次行過一次了，路過過都覺得好靚。咁嗰次係夜晚嚟嘅，其實咁啊，呢度有個金都商場啦。上次夜晚咧就見到啲鋪頭都冇開，咁啊，看來呢個場真係死咗啦。咁啊，都有少少嘢開嘅。未死得曬，賣啲結婚嘢為主噶啦，咁啊回頭望一望啦，哇！啲巴士遮住曬添，影唔到啦，796C 去蘇屋嘅。另外一邊是清水灣半島的，我在不在到影不影到呢？真的影不到了，真的再前一點先。其實那裡是一個地標來的，聯合啦，這裡就是始創啦，始創都挺漂亮的。太子站來說，這個是最大型的 shopping mall 來的了。始創對面就是聯合，依度啦嚇，下低就是個聯合商場。咁啊，而家影唔到啦，好多巴士塞死曬喺度。咁啊，呢度有個位置就有個波咁樣，好得意嘅。咁啊，其實一個水池位啦。咁啊，呢度就係荔枝角道。
咁啊向呢個方向行啦，就可以去到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嗰邊嘅。咁誒，揾日我都想夜晚去一去嗰邊拍段片。咁就因為過馬路嘅關係啦，所以就入咗呢個荔枝角道啦。咁啊，有間小學聖公會嘅。有麥當勞啦，又見到另一架296C 啊！咁我頭先係搭296C 過嚟嘅。冷氣機滴水啦，全個香港都有呢啲問題噶啦。嗱，咁啊，前面嗰扎巴士站都係有寫 N 七啊幾咁樣啦，咁啊，相對嚟講就好方便咯，真係。啊，呢度有個叫金輪大廈喎。咁啊，入邊都有啲鋪嘅，其實喂有啲啊執咗。咁啊！呢度前幾日先行完啦，真係。咁啊，呢間鋪幾靚個樣。咁啊，前幾日先影完。咁啊，買裝修嘢噶啦。咁啊，唔知咩事啦。咁啊，依个位置就有啲麻烦嘅。咁啊，就咁过唔到马路嘅。咁啊，行呢边先啦，唯有。旺角太子的这一头呢就很多装修铺头的，找个机会我都想过来这里望一望。算吧啦，你我七点几去到机房的，望一望啦，这里砵兰街来的，原来很多建筑建材的啲铺头啦。咁前面都系另外一節啦。咁今日个主角就系弥敦道嘅，所以就唔会入去啦。咁都好难过马路啊！呢度。
過到咯啩。好啦，過得啦。咁誒，小心睇車啦。全部人都過都過了，咁喺呢度都係一站建築建材嘅鋪頭啦。咁基本上乜都有得賣噶啦，即係花灑啊、瓷板啊、瓷磚啊、廚房用品啊，咁咩都有噶啦。咁我隔離依一度咧就係起緊條行人天橋啦，咁都未起完嘅。咁條行人天橋咧將會係全個彌敦道唯一一條喺彌敦道上面嘅天橋啦。咁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去到旁邊就是 Top 商場啦。 Top 商場就有即一些比較新的店鋪啦，都挺推薦行一行的。98C 另外一架可以回到將軍澳的車。咁你見到側邊其實呢一度咧，都係好多建築啊、建材嗰啲咁嘅公司啊。嗱，有間賣牆紙噶啦，咁啊嗰邊有間賣燈飾噶啦。咁我已經喺旺角嘅地段嘅啦。旺角地鐵站，咁啊，旺角站隔離咧就有間恆生啦。咁啊，呢個方向有間堅石燒啦。一個超級多人行的十字路口啊。咁前面就有匯豐啦。
上望一望對面先，銀行中心廣場。咁啊，呢一個銀行中心出口好似 A2 出口咧，就非常好似唔係 A2 D 啊，唔記得咗啦。咁啊，非常之出名嘅。咁啊，一出嚟咧就係西洋菜街。咁啊，以前係行人專用區嚟嘅，咁啊，而家就改咗啦。咁啊，呢個方向咧，望過去就係朗豪坊啦。咁啊，朗豪坊就行人都識噶啦。咁啊，繼續行啦。另一個地標亞蘭中心，咁啊亞蘭中心就幾時都咁多人噶啦，咁啊上面有一堆食肆啦，中心啦，上面就好多食肆嘅。咁啊，一紮金鋪。呢、这個招牌幾靚喎，令和酒場。咁啊，一樓嘅，咁啊影唔到啦，一樓。自由街，咁啊商务喺前面啦，嗰、那个位置就经常都有人 busking 嘅，咁啊今日就听唔到，唔知道有冇，继续行啦。哇，小米喎、咁大间铺嘅。
創興廣場，咁啊另一個地標啦，有一場 K 嘅。咁啊，對面就係信和中心。咁啊，信和中心就好多好多嘢賣嘅，模型啊、CD 啊，有好多得意嘢賣啊。咁啊，都係旺角嘅地標啦。那個是死了叫什麼伯樂啊，忘記了添，死了。總之Eon現在開了，咁另外就兆萬啦，隔離那個好像是叫潮特啦，是潮流特區啦。咁這條街就好多好多小食的，之前行過一次，今天不行了，咁就繼續向油麻地方向繼續行啦。咁啊，呢度系坚石烧啊，咁就佢会俾块热嘅石头你喺上面烧烧下嘅，咁啊睇下啲价钱啦。咁啊，如果你食到這個日本的 A4 和牛的話，400g 那都很貴啦，508元啦。但是正常來講，如果你吃這個，就是例如啊，這塊可能便宜一點啦，美國大理石啊，400g 只是300而已。那豐劍遊人啦，堅石燒，咁有間係日本嘅牛井店啦，咁啊唔係好識讀啦 ，Sukiya。咁啊呢度係尼敦 Nathan。
嚟到呢度咧就係油麻地啦。咁因為我隔離就係油麻地啲站。哇，好香喎！呢間古早味蛋糕超香喎。呢一度對面就有一間沙爹王啦。咁如果未食過沙爹王嘅朋友就唔可以落庫啦。咁啊，落庫嗰間聽講話勁多人啊嘛。呢間應該少啲嘅。咁啊，前面有 East Point， 咁啊係一個商場仔嚟嘅。油麻地站，咁呢度叫窝打路道啦，一个好出名嘅街道。咁啊，窝打路道呢边继续行咧，一路行到尾咧，其实会去咗狮子山嘅狮子山隧道嘅。咁啊，好长嘅条路。咁啊，窝打路道啦，嗰边好似系果栏嚟噶。咁我都未行過，咁啊揾日可能要去望一望。咁今日 focus 翻行彌敦道先啦。咁啱冷氣機滴水滴中咗我嘅手添。彌敦道啦。呢度有間中南廣場，就賣文具嘅。咁好多不同品種的文具都有得賣，水彩啊，即係釘書機啊，擦紙膠啊，即係你想到的畫板啊，咩畫筆啊，咩都有啊。咁啊，仲有玩具添。呢度叫文明里啦，油麻地站。咁啊，趁有时间就望一望呢一个牌啦。咁啊，有介绍花园街、玉器市场、戏曲中心、庙街市集。同埋油麻地戲院啊，咁得意我都未去過喎。咁啊，揾日再嚟油麻地認真拍一拍啦。好嘈啊！呢條街。
前面有间叫做台湾广良兴食品公司。咁啊，间嘢都几有趣喎，好古色喎，即系好唔识讲啊。Casa Hotel。咁啊，依度有间小熊批发啊，咁啊，佢应该细过我，因为我系大熊啊。咁啊，上边有间忌廉哥、忌廉家族咁样喎。咁啊，几经辛苦就差唔多可以离开呢个油麻地啦。啊，真系又多人又多车，呢个位几得意，喺啲树荫嗰度。众芳街，咁啊有两节嘅，一边系呢边，咁啊上面有个休憩公园啦，咁啊另外嗰边就系呢度嘅。呢度就有个牌啦，九龙献瑞咁样啦。咁啊，呢个叫众芳街休憩公园。咁啊，我之前喺另外一段片其实都影咗入边嘅，唔特别入去啦。超多车搭啊！咁啊，呢集八字头嘅，咁啊，大部分都系去马鞍山沙田嘅啦，有一七字头嘅，二七几嗰啲啦，咁就系去大埔嘅。咁啊，有个六字嗰啲咧，就去屯门。天水圍、元朗嗰頭啦，
咁而家就入咗佐敦嘅地段啦。咁啱唔行得添，咁啊呢條街我都影過一次啦，金粟街如果冇記錯。差唔多行得啦，嗱呢度有间铺仔喎，几得意喎，可能卖一啲土耳其嘅食品喎，可能未食过，咁咪几得意啊！永安，对面有间寿司郎，不过咧听讲依间寿司郎要结业啦。咁依間壽司郎都係我喺香港食過嘅第一間壽司郎啦。咁誒簡單啲講就係用千兩嘅價錢，啊唔係講錯，係用元氣嘅價錢去食千兩咁樣啦。波街，又有间写住结业清货啦，咁实际上系唔系真系结业就唔知啦。
咁啊，依一度就係南京街。到呢度另一條大街佐敦道，咁啊，依棟樓係好有趣啊！咁啊，佐敦我都拍過好多段片啦。行得了啩，想留意一樣嘢嘅，咁可能有啲怪。咁咧，佐敦道咧，永遠都可以望到我咁勁嘅太陽嘅。咁喺依個，而家就5:38啦。咁你諗下？由嗰度一直行過去，應該就可以望到一個睇日落嘅地方啦。咁其實元芳出面啦，或者係柯士甸站啊、西九站嗰邊咧，都可以望到日落嘅。之前都影過一次啦，咁依度一路行入去咧，會有扎排檔嘅。
頭先好似冇特別影佐敦站添，而家影，而家補翻佐敦站。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是柯士甸道啦。呢度就有栋白濑晒的楼啦，咁诶都系一个。有啲歷史價值嘅一個 building 啦，咁啊聽講話要清拆啊，咁啊如果係就真係有啲可惜啦。咁就進入咗呢一個尖沙咀嘅區域。我隔離嘅就係尖沙咀警署啦。咁誒呢度有棟樓都幾有趣嘅，呢度入邊就是山林道啦，好多食肆同酒吧嘅，嗰日白啲，另一架可以去到將軍澳嘅站嘅巴士。柏令柏麗購物大道，咁柏令咧呢個名其實喺傳統嘅大富翁入邊咧係第二貴嗰笪地嚟嘅，$350咁樣嘅。呢度好殘眼啊，即係好多燈啊！
旁邊依度都好多間鋪頭係執咗笠啦。美麗華廣場，美麗華廣場二期同埋酒店。九龙西区咩扶轮写纸送啊？另外一個地標的商場 The One，另一架可以去到將軍澳的車，咁其實將軍澳都好大啦，咁話曬都有五個地鐵站。九龙公园的入口，咁啊，侧边就是尖沙咀站 A 1出口，咁啊，呢个就最大的出口啦，尖沙咀嚟讲，咁啊，呢度就是海防道啦，行到尾去海港城。咁你會見到呢度超級多人啊！咁我試過喺度見過一次 Anson Low 嗰架《不可愛教主》嘅宣傳車。
啊，對面嗰個美麗都大廈。都有啲嘢行嘅喎，不過應該都係南亞人嘅地方啊，我估都係南亞裔嗰啲鋪頭為主啦，我估。咁啊，差唔多行完啦。呢度就係 I Square， 咁另一個尖沙咀地標式嘅商場啦。咁不過就冇乜嘢行嘅，嗰個商場嘅設計有啲奇怪，咁又唔知呢層搭完電梯又去唔到嗰層啊咁樣嘅。咁上面有個戲院啦。咁其實個戲院都幾靚嘅，咁但係成個場嘅其他配套就真係麻麻，都望一望重慶大廈啦，都係尖沙咀另一個地標啦，咁都係啲南亞裔人士聚集嘅地方，咁集合於依個商住食。買乜鬼嘢都有噶啦！有个彩星中心啊，弥敦道入口啊，有个商场咁喺度，个彩星中心啊，哦咁得意啊，原来有个入口喺度 ，OK。咁我终于由依个唔知。N7 嘅巴士站行到咗 N1 嘅巴士站啦，就係弥敦道嘅第一個巴士站月台啦。咁我隔離嘅咧就係半島酒店啦。咁啊，依度望一望個牌先，半島酒店。咁我繼續行埋呢一段，最後一節嘅彌敦道啦。尖沙咀 SOGO Sheraton， 11秒C， 香港藝術中心
科學館，講錯，太空館，黐線，科學館喺理大嗰邊嘅太空館，文化中心。到酒店的噴水池，咁啊呢度就唔知道第二定第三次影啦。咁啊，因為實在太靚啦，點都影多一次啦。半島酒店，咁啊，終於行咗70分鐘，由太子行到去尖沙咀啦，成條彌敦道行曬。咁依段片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